这真的是表情包本人。你是说做爱吗？你就把很多女明星逼疯了，露个腿啊，什么露个乳房啊。你们考一下你的眼睛。一二三四。胡歌还是黄月？不要再躲我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上床吗？哎呦，感觉好害羞啊。他们就说要送你一个礼物，就在枕头下面。所以现在要拿给我吗？你先猜一下，这是你自己很喜欢的。但我想应该就是跳蛋吧。但是如果不是跳蛋的话，我想应该是红酒或者是红酒开瓶器。你看一下，没有了。我还想说，你要是真的敢送我跳蛋，我也是佩服你了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就是你前两天在那颁奖典礼上穿得非常厉害，像午夜厉鬼一样。那套服装是我跟服装师说我要这套洋装，他帮我想说怎么样改会弄得更美。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没化妆，不要拍到我的脸。他说那你就遮一下，所以我当时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到了那个颁奖典礼现场，我们就在说用什么头发。然后那个化妆师就说你那天在家里定妆照的那个头发很美，再配上妆。然后觉得一切就太时髦了，因为我真的受不了无聊这件事。但是效果也挺厉害的，就第二天我看那些报道都是在写小 S 都没有管其他明星穿的是什么了。我只能说打从米兰那一趟行之后，我就把很多女明星逼疯了。网上有很多人评论，哇，小 S 好勇敢。你到底介不介意？其实我根本就是不看任何评论的耶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自恋狂的女明星，我就是发完照片觉得爽了之后就这样。但是有的网友你知道怎么评，比如说Gucci这个，他们说像蔡英文。拜托，我承认蔡英文是她的发型是在模仿我啊。哦，平时我看你就是在康熙时候的造型跟你平时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实因为我们康熙都是一天进去就录4到5集，第一集的时候非常有动力的开始挑衣服，第二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哦，然后服装师就说西弟，那你要穿什么，然后我就说随便。所以其实你平时比较放松一点。我平时除非是真的有跟老公的朋友去 social 的场合，我才会稍微认真的打扮，露个腿啊，什么露个乳房啊，不是乳房，乳沟啦，乳沟，对不起，一个字差很多。我发现你有几个非常爱的单品，一个是墨镜，一个是大的耳环，一个是发带，下面哪一个没有了就会窒息。那个大耳环我找不到过，然后我当下真的觉得我人生崩溃了，就是可能小孩走失我都还不会那么惶恐。Long ago, I knew someone. She was made out of stone. 这次嘛，给野兽派拍这个母亲节的 campaign， 感觉不太像个妈妈的样子。就是野兽派的工作人员也说，我们接下来这套服装就画一个比较母亲的妆。然后我想说，母亲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还有母亲的妆到底是什么妆？因为谁规定母亲一定要有什么形象？ 但其实我看你在那儿拍的样子，其实很像一个，比如说50年代那种复古的少女的感觉，对，不太像妈妈。我买了很多童书，然后他们永远那个图卡上面的妈妈都是圆形的那种卷卷头，我真的不想要秀这个卡片给我女儿看，因为那个就是妈妈也可以很年轻漂亮，啊，也可以像个小公主一样，是吧？你们还要演戏嘛？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考一下你的演技？就是你有听说过吗？就是有一个女明星很厉害的，她演戏她都不讲台词，她全部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来代替，就这样说，她就不用背台词了。我能不能给你几段很经典的话，你用1、2、3，然后把它深情并茂的把它演出来？好，非常有名的《还珠格格》里的，你演尔康，我演紫薇。1、2、3，一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。
他就是上一秒还在很冷静的跟你说话，下一秒就马上开始抓你的衣领，抓你的衣领说啪啪啪，这样。我还今天还被他洗了胸呢，我觉得我像在看戏一样，一直在盯着他看。哇，这是表情包本人呢。那其实大家很多喜欢你是在康熙里的特别有名的那些冷漠呀，什么老娘要钱呀的这种表情包，你自己有在用自己那些表情包吗？那些表情就是我常常在生活中真的会做的表情，然后婆婆说她好几次不小心传了，你很贱哎，给她朋友，她说，哎呦，西弟，她说妈妈都想说怎么办啊，传这个给朋友都不好意思。我说妈妈，你不适合用我的表情包啦。那你给你公公婆婆传的时候会用这些吗？我给我公公婆婆传最多的就是 Thank you。 最后一个部分，快问快答，一，瑜伽还是 Zumba？顺吧。客厅还是卧室？卧室。上还是下？上。高以翔还是胡歌？胡歌，当然是胡歌。胡歌，我拜托你不要再躲我了好不好？胡歌还是苏志燮？胡歌。胡歌还是彭于晏？胡歌。唱歌还是喝酒？喝酒。过年回妈妈家还是回婆婆家？婆婆家。麻辣锅还是芒果冰？麻辣锅。风度还是继续生？风度。最后一个，如果要跟别人交换身体，林志玲还是林志玲？我谁要跟他交换身体啊？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胡歌还是 Mike？ 胡 Mike。 谭心还是啪啪啪？什么叫啪啪啪？啪啪啪台湾是不是叫嘿嘿嘿？你是说做爱吗？对。你说谈心还是做爱？对，你就选就好了。谈心。